老夏，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走吧。老妈。爸爸，我爸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他还活着？这个梦就是他们的经历，梦魇之主就是他们其中之一。我也不清楚，要不咱们两个上去试探一下。可是我们不能暴露身份和名字。他们应该也认不出我们。二位将军，你们也来阎罗院了。抱歉，我看二位眼熟，但有点对不上名字。你们是？啊，我们是镇魂街东区的。夏凌，将军们都回来吧。老鬼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没有愤怒，我也没有动杀心，为什么能听到你说话？为什么你能控制我的身体？小子，你不妨猜猜看。混蛋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身上为什么会有魔尊的气息，甚至还有他的一部分力量？多嘴的女人，小子，我就再帮你一把好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想想你的家人，他们有多想你。家人，好神奇啊，真漂亮。爸爸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你真的会变魔法吗？爸爸呢，是来自于一个神奇的世界。真的吗？那你可以带我去那个世界玩吗？可以吗？没问题。让咱们家玲玲长大了，爸爸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咱们回家。爸爸真好。见你轻抚的伤口，难过都不明下落，或许只是更难过。我不太适合同厄运做争斗，恐惧在翻腾，忘了自我。那些沉重时刻提醒着我，别让失落沉睡太久。步步太擅长被谁铭记歌颂。爸，玲玲，这朵花叫做雪玲花。你什么时候走？名字里面有个玲字，也和你一样的漂亮。夏玲，等咱们家玲玲长大了，爸爸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夏玲，夏玲。